塞，搬新家了，还是个四合院呢。哇塞，这也太古风了吧！先看看一楼长什么样。不错不错，是我喜欢的风格。二楼肯定直接封神了。果然封神，哈哈哈，我真的爱了。这个阳台绝了，先洗个澡吧。出去坐坐，待会去找闺蜜炫耀炫耀。奇怪，那个方块怎么不对劲？这怎么会有人？你们是怎么了？哎，我们原先是这个四合院的宿主，但这个老板却将宿主关起来，我劝你赶紧逃吧。等一下，这怎么会有一堆树叶？你怎么在这？你不应该和他们一样被关在栅栏里吗？我是准备去报警的，但是我被发现了。这个老板太可恶了，你们等着我，一定会救你们出来的。我记得给我推荐房子的是一个甜甜圈店的老板，我要去找他讨个说法。你为什么把原先的宿主关起来？我的事用得着你管吗？你只用安心住进去。等一下，你怎么在我后面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就别想逃走了。哦，不，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关起来？你管我，你去问问他们吧。为什么要把我们关起来呢？因为老板会让你和他做。奥斯，我要逃出去。奥斯，老板太可恶了。还好我以前学会了怎么去做稿子，我一定会带领大家逃出去的。做好了稿子，后面的事就容易了。大家放心，我会来救你们的。好的，我们相信你，快逃吧。奥斯，他们那么相信我，我一定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希望。还是先去报警吧，我记得上次交了一个当警察的朋友。你怎么来了？稀客啊。好了，别说这个了，我在一家甜甜圈店老板那里订了一套四合院，可我没想到他会把原来的宿主关起来，希望你可以尽快出警。是谁？怎么会是你？哎呦，我找你找好苦啊。奥斯，这是演的哪一出？我还是把他赶出去吧。哪里去了？奥斯，快跟我回家吧。呵，想骗我出去的人都没有，我们会尽快出警的。你怎么会在这？你快点走吧，这里不欢迎你，再不走直接把你关进监狱。奥斯，麻烦把他打下去算了。我下去看看。 S 没 S 大会 CS 去，我先下去一下。天啊， S 这么惨，不对， ST 去哪了？算了，待会去 VS 吧。我来把你们放出来。你们自由了，快逃。我来 VS 我 S 的那个老板。没事，你快逃到另一个小镇，那里都是我雇的保安，可安全了，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不，我不打算逃，你竟然会为了朋友而不顾及法律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奥斯，我还是去正当的警局 CS 吧。先睡一觉，太累了。不可，这部剧双若卓完结了，你们先给我一段时间缓一缓，想想新的剧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让我达到了1000粉。